Hello. Yeah.
如果没有吃过这个饼干的可以去拍一逛，这个饼干非常好吃，59.9450克，它是这一个黄油曲奇饼干。我们说这个饼干它是黄油含量在20%有，黄油是敏感肌的脂肪。Sorry， 这个是里头那个贵宾哦，还要出来问一下，就这个外面怎么样？这个很有意思啊，他要出来问一下这个马，就是说这个怎么样？问一下他这个站岗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这个汇报？就保留了这个传统的仪式，实际上没啥作用啊，就是他们就是保留这个仪式，其实现在就是基本上给游客拍照用的，这个基本上就是给游客。欢迎你们啊，欢迎你们，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这个是让你们参加，然后他要这个整点，现在是那个挺有意思的，就跟你那个古代那个巡逻的那个贵宾一样，他要出来就是问一问今天在站岗的这些贵宾有什么特殊情况，很有意思。这个马好乖，这个是我们说这个马术，我们说这个英国的练马练啥练的东西呢？为什么要练？单边的没法儿。Good.
You are not meant to operate a business. Wow. So long, so long.